所以呢，我邀请了我另外两位朋友一起过夜。哇，我们的双男主，二月七号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大家看完之后要把我们的好口碑分享出去，所以其实静今天是不是还有准备惊喜给在场的朋友？主要呢是真的很想要谢谢今天就是的家人们，所以呢，我邀请了我另外两位朋友一起过夜，接着爆米花从后台出来了，他们从后台出来了，我们的双男主路过吗？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请问是路过的吗？这位，大家好，我在看电影的，哦，我在里面那个饰演的是吴明翰，你们等一下就知道了。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静的粉丝。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柏宏，然后谢谢你们来看电影。我在电影院饰演的角色叫做毛毛，毛邦宇，他就是一个死掉的 gay， 然后他很可爱。我觉得在这个角色当中玩得很过瘾，很开心。然后他也有很多很俏皮，但是也有很多很感性的一面。希望大家在毛邦宇这个身上可以得到很多的感动，然后也可以看到爱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可能性。对，希望大家喜欢这个电影，谢谢。你好有深度哦，就是因为这么有深度才可以成为你的粉丝哦。哇，对，因为但我觉得其实等一下大家一定会看到这部片，其实非常多的议题也好，或者是非常多的主题在里面，那更重要的是被喂食嘞，对，尊重一下导演，尊重，对，然后只是一部非常轻松的电影。更重要的是，其实我觉得未来其实希望大家出去之后可以带着你不管是家人是同学或者是你的暧昧的对象或情侣，都可以带着你亲爱的对象一起进到戏院。我们2月10号就会上映了，今天看完喜欢的，希望你们2刷3刷4刷200刷，然后自己带着自己的亲爱的对象也进戏院，好不好？好不好？